诊所大厅的地板上有只乌龟在地上慢慢移动，它是诊所养的宠物龟，每天都在这里自由爬行。不过五号这天，它趁没人注意，朝着门外偷溜，第一时间被护理师发现，还用脚推了推乌龟，把它推回诊所内。没想到乌龟不死心，继续往前爬，然后一溜烟消失在镜头中。中午下班的时间门没关，它就跑出去了。3月5号中午12点多，还看到它在诊所的地上慢慢爬，后来爬到起楼钻进游戏机台的缝隙中，后来因为没人发现，小乌龟就不告而别。乌龟失踪了可是诊所的大事，因为小乌龟是镇店之宝，叫乖乖，是诊所谢医师儿子从小养的宠物。远在美国的儿子还跨海上网协寻，诊所也张贴广告，希望能帮忙找乖乖。他是我们的一份子，也是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剂。我们打开的话，就是它都会自己跑出来，然后对这边散步，对。然后我们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就会跟他们说。原本邻居看到了都会帮忙抓回来，乌龟背上也会贴电话号码，但因为洗澡时候弄丢了，才会担心捡到的民众会不知道如何饲养。现在透过协寻，只希望乖乖能赶快回家。三立新闻黄大炜、黄嘉平高雄报道。